叫你要抖内的，不用抖内啊，你常来就可以了。不要把抖内搞得好像，你懂吗？好像不抖不行的那样，那种感觉。我的台是不用抖内，对。你只要愿意来，然后跟我互动，那个是我比较希望的啦，对吧？哦，我是没差啦，我是没差啦，因为这是木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是火的，我觉得可以通关就好了，只要能通关都是好队伍，你知道吗？后面变重，我是没差，我就说可以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它打掉。看我们需要换了，我是故意的啦，对吧？还是你们需要换队可以，也可以跟我讲，因为我觉得都可以过啊，所以我没差。继承哦，直接复制打下去哦。说火消除每个减攻，越战越强金，所以就是要一波带走的意思哦。多少钱？800多万哎。靠北，哎、欸，干怎么掉一大堆木啊？哇操，会死人啊！你看，再来去。你老婆管过我很死啊！你讲。哎呀，刚那个天降太夸张吧？一大堆的木，始终定点燃烧、哦。我们血量够多啊，所以让他锤都不怕，不然真的可以对打天下。不能交易啊，中毒用小杰当头是怎样？中毒用小杰当头。没有啊，搞不好技术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能通关就好了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差吧？对吧、啊？人家可以过关，就可以啦。哎，越战强亲，完蛋！我靠，哎，他们戏底下，我刚没看到越战越强亲啊，突然小杰我砍了，我懂。差点又老满。要反应，我反应够快啊，反应很重要啊，各位。多一只小牛，没有多一只啊，就一只而已啊。你只用对战友的小牛而已、啊。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噔。变成这个就好处理的、啊、各位观众。喂，变成倒数没关系。呜噜呜噜呜噜，哇 ！KO， 我看轰他就死掉了，轰他就死掉了，什么都不用开啊，什么都不用开啊。